多吃坚果对白癜风呢恢复呢是有帮助的。我们知道，坚果中呢富含大量的铜呀、锌呀这些那个微量元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坚果内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，而这些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B 族呢，对这个白癜风的那个恢复呢是有那个明显的帮助的。我们知道白癜风的一个发病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尤其是儿童中呢是微量元素的一些缺乏以后引起的，主要表现为铜呀、那个锌呀这种微量元素缺乏造成白癜风。所以呢通过这些大量食用这些富含维生素 B 的和铜锌元素的这种那个坚果呢，可以有助于白癜风的恢复，这点是肯定的。所以白癜风患者呢，也要鼓励患者呢要多吃坚果类的东西。就是有些患者呢就说呢，要是不要多吃点黑色的东西。实际上黑色的东西，它并不是说是发黑那个就是黑色素，而是里面那个含有大量的坚果类的一样的成分的东西，像黑芝麻，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和一些维生素 B 族，都这些呢都有助于。